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整个晡。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。来哟来哟，入来吃坐，入来吃坐。公娶孙，爸娶仔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姐你大听，阿公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。阿公对阿婆搁使一个目屎，阿婆才知是阿公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是新历的八月初五，啊，不过旧历是七月初六。是，啊，七月初六过灯光是什么？七夕。妈妈，七六个夕。啊，不是啦，七夕情人节，那我们准备要收花、收巧克力、收足侪礼物。哦，足好。你拢敢收了礼物呢？啊，不过我真是不能只如因两人，每日有相会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迄个姑娘，我几度要相会啦，有人知你。当年，跟他见面一遍，是七月七。变下，我朋友其他的，逐天嘛去看牛郎。啊，跟迄个牛郎，跟迄个牛郎无共。我开钱也无算啊。无算啊。我你讲啊，这是最主要一个七夕哦，一天来落雨。是啊。弄个落雪哦。是哦。迄天公伯也感动。哦。唔敢讲因哦，姑娘这里一年才见一摆，所以感动个流目屎。哎呦。公伯啊，什么人你知啊？什么人？我爸。咱拢嘛讲啦，咱是提供阿囝，对吧？哦，有影都对。阿哥，我知影啦。咧细汉的时阵，我会记得我妈妈拢拜城堡。哦。啊，妈爱拜七娘妈。对对对，七娘妈，啊，就好像个因食迄油饭啊，啊，食鸡酒这样。诶，拢食啦。啊，所以听听的重点是咱凡间的人哦，家己随势啦。哦。想要食，啊，就用这个随便食。你个拜个十来岁吗？哎呦，爱拜个十来岁。成人。成人啊。成人。对哦，阿哥，我想问。阮娘家基督教，阮就细汉，阮都拢无拜遮，阮是安怎大汉？因基督教无咧拜。你若要做禅嘛，想爱去拜一下，拜地基主啊。无啊，阮嘛无啊。拢无啊，无禅啊，无禅。唔是无禅，阮头禅就济。其实吼，是咧拜佛才好个，你若食较青菜嘛，就无要紧啦，一年才一拜一个月尔。对啦对啦对啦。所以讲吼，唔免去欠这个台。哎，是讲去拜迄个物件，敢若拢较紧拜吼。你讲七月葡萄是吧？七月葡萄，因为有一个好兄弟啊，拢有食过。我偏过啊。是安怎食？旁边啊，你别当食安稳。莫怪侬诶，啊，跟食安稳不会歹呢。不啦，是食不是安尼啦。不行啦，不行啦。啊，天气遮尼热，啊，你物件囥咧外面，对唔？啊，佫惊伊讲啥物灰尘伫咧，啊，拢用迄落甲烘起，当然嘛快啦。啊，烘掉。咱拢敢想食呢？其实吼，咱讲吼，七夕情人节吼，咱不管是男女朋友，一定爱过节。哥哥，我刚刚吼，恁这结婚的吼，也是要把老婆当成永远的情人。还有你哦，辛苦水。早间我嘛个当作甜。对啊，所以明仔吼，恁都爱给你送礼物，哈老婆，啊，个恁的小女儿。哦，哥哥啊，我拢无人要送呢，你先甲叔阿讲一无，叫到巧克力，巧克力一粒分我。无啦，我莫送你，都无意思嘛。无啦，你今送伊去耍了，是嘛？啊，送一粒好安得啦。哦，有有有。好啊，无咱就明仔吼，再来互送巧克力啦。今麦看咱轻松个趣味的代表。来，请。哦，这个姑娘真正有够良心的啦，甲七当初都讲无看的人啦，这敢若热天时啊吼，还分过冰啊冰冰冰凉凉凉，啊带一个冰的，啊掺一个乌糖水，哦，真正有够良心的啦。你的爱好高嘞。丽丽。嗯。啊，你看这件代志应该安怎办？嗯，啊，若对方若介意阮姑娘吼，这代志当然会家己处理哦。诶。你这听你这个口气，敢那要答应这份婚书呢？嗯，是啊，讲正实的啦。啊，阮姑娘若是有介意对方吼，我这做姐的，总是无理由反对啊。嗯，我等下啊。哎，姑娘，进来。嘿，是啊。嘿，哇，我病啊，怎么想啦？你不从那这是要破刀哟？这些不知是你未来的丈人爸送的。啊，我丈人爸诶，我起来遐济，我不然当倒一个对阿遐好。
莫搁乱笑话啦，紧想看吼，这代志你要安怎处理啦？阿达姐啊，你嘛咧笑亏，阿唔知阿头，唔知阿尾，阿我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要安怎处理？嗯，对，君啊。哎。啊，你今日毋是带如花、如意两姊妹出去佚佗？嘿啊。啊，安怎会你家己转来爱两个咧？哦，爱两个讲阮代志，两个要家己去开讲啊，叫我先转来啊。啊，莫非这个物件是？对，就是你想的迄个字啦。想袂到，卡手来遐尼啊紧啦！姑姑啊，啊恁真是有互相意爱，啊决定要结婚啊？吼吼吼，是啊，还袂到结婚迄个地步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对方有甲我暗示甲我表示哦，伊介意我。恁这熟识无偌久，你就遐尼紧就答应要结婚咯？啊，无多啊，迄爱神的钱若写着吼，吼你也要闪就闪袂离啊。你真正袂感觉伤紧？哎呦，你无听人讲一见钟情，二见伤心，三思两意，四季无人，五重六腑照叮当。我甲你讲，迄个男士若要动，你就动袂掉啦。君啊，真正恁若有互相意爱吼，这也是无理由反对啦。啊，不过人个管家有讲呢吼，伊讲三天的时间让你考虑。哈？三天？三天就要决定我一生。天天开心。是要如何是好呢？时间啊，一分一秒一直在逼近哦。哎呀，我即摆是要答应好，还是要拒绝好呢？玲玲，我绝对免拒绝，真无简单，才拄到我心所爱的人，而且对方的查某的条件阁遐尼啊好，窈窕美丽、可爱、古锥，有人会阁得人疼，我绝对免放弃。阿姆哥，啊，总裁决定的对不？汤，啊，我即摆是变哪只好啦，哈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啊，你今有对象啊，佮甲我生呢，安尼人看到会误会。汤哦，啊，我要甲人结婚啊，你拢袂唔甘心，干啊，拢袂艰苦哟。讲真实的啦，自从听到你要结婚吼，心内是有淡薄仔感觉怪怪啦。啊，不过代志拢到这个地步啊，我会当讲甚物？只好祝福你啊！汤，我就知你对我有好感。当初吼，你若莫甲我拒绝，今仔就无这个场面啊啦，吼。唉，即马工作拢伤过万啊啦，你也是家己好好啊考虑你的未来啦。汤，伊都眼神，敢若在搞暗示甚物话？伊个眼神内底充满着哀怨、无奈、悲伤、失望、绝望。敢会讲哦？啊，不是叫我们答应这门的婚事？喂，君啊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唐人当时有这个意思。喂，啊，你也不是唐，你也知伊的想法了。我因阿舅呢，伊规暗唔知是看书还是想什么代志，拢无困。这是目睭红红，所以看起来怪怪。啊，无什么意思啦。那厝内也无米也无油，安那去买？买四卡啦，买我有心情好买，让你家己去买啦。哎呀，你无看恁小弟即卖一粒头两粒大，伊哪有可能迄个时间去买物件？好啦，无时间，我来买。啊，你哦，恁想要食？啊，到生死的关头，还阁心情好食饭，你都唔知人倒位伫咧听。大家好。李小姐，你来哦。唔啦，我来啊，我阿姊嘛来啊。我。小姐，请。哇！如花小姐啊，你今日穿啥拢无同款呢？哦，这身真水，一穿在你的身躯，敢那国王的查某囝公主呢？特别漂亮，对不？对。哦。如花小姐，你穿安敢那面生的女孙，卡配呢？啊，怎唔知影吼？我是来拖你的啊！啊，当然嘛，一个坐船搭飞机的啊！是啦，
唔知影君啊先生吼，是毋是考虑好啊，会当接受阮大小姐的求婚？我，你唔免歹势啦，我知影你一定愿意啊。你若愿意，我嘛袂反对。我当然嘛愿意啊，我真欢喜，你会当做我的姊夫诶。对了，我做你的。啊，你讲啥？做你的姊夫？是啊，啊，你跟我这次结婚，当然嘛是我的姊夫啊。啊？你？君啊，你若是肯答应吼，这次嘛无理由反对我，我只好祝福你。太好啊，女儿啊，啊，咱回去准备。好，阿姊，咱回去拣一个好日子吼，来娶姊夫。好，乖乖。是，小姐，请。我的一颗情人啊，献给一个人啊，只有他能牵着我的爱与情，我的情人啊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君啊。我想袂到讲这个代志会这么顺利啦，啊，恭喜哦！君啊，想过太欢喜啦，拢袂讲。哎呦，三八小点子，你要欢喜嘛？要欢喜，这条行的对，我拢袂搁开一出声一个。笑要死哦！你哪个心情好，甲我笑啊？我笑出嘴，你有够无同情心？阿君哥哥，你有够含的呢？你家己吼掺啥物人谈恋爱，阿拢唔知啦。可怜啊，可怜啊！你真正对象都无分清楚，就想要结婚？哦，真正哦，我给你拍败啦。我给你建议，你去精神科医生吼，小看一下，小详细检查一下。姐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因拢爱甲我欺负，你拢无要跳出来哦！啊，都毋是我毋跳出来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即个见笑呆，我是会当讲啥？你即摆互笑，互亏应该。你，我哪啦？你，哪啦？要电话了？我甲你讲，拢是你怪咧，怪你家己，还无分清楚，都要讲结婚，要怎么定嘛？今今日会变安尼？来，当初，我咧看伊注意哦，甲我讲一句好听话，我想讲伊对我有意思，伊介意我，我也知影，尾也是咧讲如花。你要怪谁啊？怪你家己，听话拢敢若听话头，无听话尾，啊，拢误解人的话意，对无？啊，即摆才发生这落代志啊！讲才咧讲哦，君啊，啊，人如花讲要转去拣日子，要来甲你娶，你要安怎？要甲我娶？我讲，你若要将我甲我嫁出去吼，我干嘛来叫火车到？这严重呢。君啊，你话莫讲了伤紧，等你来了解如我的实力哦，无定着你会改变你的心意哦。这是有影无影？会长啊，无你嘛讲来，阮评判一下，如花到底有啥物实力？是啊，如花伊是孤仔囝，以后会继承因老爸事业啦。会长，你即摆意思是讲如花是孤仔囝？干那咧如意敢是如花小妹？如意吼，伊是养女啦。啊，甲如花哦，伊个血缘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哦，不怪两姊妹啊，拢生作无同款啦。原来唔是同间公司的啦。像如花因老爸哦，伫美国事业做了真大咧。哦。这以后事业拢是如花的啦。是哦。君啊，你若当娶如花做某吼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一世人哦，享受荣华富贵，绝对享受袂完的啦。哇，安尼讲起来，这如花就是好野人呢。啊，因倒是偌济钱？啊，那以如花伊的身价目前哦，差不多有五亿。哈，五亿？五亿？等五亿，恁就是咧着生囝，五亿那是要创啥？恁台北市迄个信义区。买咧两间尔啦，啊，所以吼，管你回顾我家己，我嘛是爱花赌，对吧？五亿我不一定答应啦。有啦，我讲五亿哦，是美金呢。啊，对啊，迄那以台票算起哦，是140几亿呢。啊，哎，我见过有滴。哎呦，140几亿。好啦，啊，人如花吼，伊有叫的叫我甲你讲，讲近啊，你若肯娶伊做某吼，以后遐财产拢要互你管啦。啊，不管你滚啊，要安那开，要安那舞，拢由在你啦。这，喂，你真正爱好好考虑者。你娶了好嘢人来做我，减摊了奋斗的哦，30几年。
迄唔是安尼尔呢？你安尼坐一只倒咧办？啊，唔敢来中风诶！不是，唔那安尼尔。哦。迄亲戚朋友拢互你治唔着。哦。嘿啦嘿啦，群啊，你也看啦。啊，人迄如花心肝遮尔善良，个性搁遮尔温柔，对无？啊，若以你的选择嘴哦，甲你的头壳哦，甲话落到底哦。我甲你保证，如花一定会听你的话，听甲顺顺顺。你叫伊往东，伊绝对唔敢往西啦。啊，你若会当带到伊哦，是你的福气呢。哎呦，这个机会难得哦，你爱好阿爸。姐，阿君啊，我头一遍听到讲，要甲这么好个人做亲戚，啊，我整个头壳拢起雾。啥物人话啦？这摆是爱情较重要，还是面包较重要哩？这个几百亿个面包了，迄食到出去六亿，还佫食袂完。啊，呾啊，这摆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哎呦，我有影真正头壳痛，啊，无得烧。唉，有钱要做生理啊。啊，无钱，啊，搁要哪娶某？啊，无钱，要哪过日子？钱啊，钱啊，你到底伫倒位啊？钱啊，钱啊！我看这人敢那想钱想到咁要起痟呢？有寡人咧讲吼。钱虽然不是万能，但是无钱真正万万不能的。啊，不过话搁讲到转来，啊，我娶如花，不知幸福啊未？墩啊！啊墩嘞！靠，我是走咧倒位去。墩嘞！啊啊啊！无诶，你咧找我吓？啊，你是去倒位啦？哇，伊隔壁仔共借滚水泡牛奶给囡仔食啦。啊，厝内就有清水哦。哎，无啊。啊，无你若去隔壁去借滚水。啊，咱家也无遐滚水啊。啊，你袂晓去遐哦。哎，你著讲袂使用甲输，所以我毋食。你袂晓去遐查哦。哎，咱家也无查啊。啊，查是咧抓少呐。哦，我毋得过阿里山遐凑查。啊，我真正吼，毋知要安怎讲你遮好。啊，迄简单的代志，啊，你拢办袂好，啊，是要做啥物，也毋知啊。弟弟，若讲像你阿母面，就是你啦。你变面足紧的，食要死，食才才毋留自己。要只个个都食过来嫌臭的。当初讲哦，我若娶你，你互我好命，互我钱，敢毋用拢弄手不动三步，食到一身敢若阿不倒。结果我一娶你了，拢无共款，逐项拢要叫我。囡仔也要我抓，牛奶也要我包，尿珠也要我挖，逐项逐项拢我挖啊！嘿，啊你跟我讲对起，啊你袂记哦？迄堆的民厨街啊是啥物人的哈？你的啊。啊，啥物人互你分食？你互我食的。啊，啥物人互你住？你互我住的。啊，啥物人互你穿？你互我穿的。啊，食的、住的、穿的，啊拢就我咧处理，啊我较对你无够好。啊你哦，爱欢喜啊啦！我。啊你安怎？啊若唔饲吼，为着咱的囡仔，我早就甲你入去海口食饭饲啊。你哦嘛较巧嘞，啊讲到要饲，我嫁予你吼，真正是有够多啦。啊你呐吼，你甲我顾好啦，啊巴肚阁有一个嘞。啊这吼巴肚后盖嘛要借你带。你哦，啊，气死我！巴肚骨一个，奇怪，我会记我大家都穿红毛，哪会巴肚骨一个？我有够歹命，即摆咱爸仔大家相依为命。我哎呦，靠腰，含你还要甲我揪，唔知惊，含你还要甲咪揪，对我甲咪加落，哦，够痛的。哥哥哪会这可怜？啊，为着如花的代志吼，啊，伫这伤心干呢。阿公哥哥。啊，要搁食你？唐，我唔知啦，天天开
心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要跟恁讲的俗语就讲：鱼仔花唔知歹，大红花歹唔知哦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红花跟鱼仔花，因两个是变哪比啦？哦，迄鱼仔花跟大红花安尼比，迄是啥物比？比几对啊？哦，人个大红花是开啊，讲牡丹花是牡丹花就花中之王，花中之后啊，对，真够水啦。嗯，看你白色白个，有够水，红个红白。啊，你鱼仔花跟那紫仔花咧？哎，迄是变哪比啦？不过，不过吼，我会记得有捌听人讲过哦，讲吼有迄嫁要嫁查某囝的吼，迄是大人会伫迄嫁妆遐，搁办一几朵遐迄烟花安尼放咧，作为家眷呢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讲吼，要提醒着这个查某囝，嫁去人家就是人的牵手，人的新妇，啊，都爱好好做，会晓起家，会晓款出来，唔通吼像迄烟花同款，干那像要西装打扮，啊，出来拢扮个欢欢喜喜。这落落装水水，等下心水，哎，暗间垃圾鬼啊！我嘛知，我嘛知，我捌听人讲吼，拜七牛妈妈爱拜迄烟花，烟花呢，听讲嘛真高生，真高团，人嘛讲这个有求这个多子多孙的意思。哇，真好呢！但是你嘛袂使讲哦，我咧对家己安尼吼，可能讲无自信。你是人如花无？如花。我若甲问伊，我三四个我上水的，你看我。对。真正伊就感觉哦，伫台顶哦，较水的衫嘛穿安尼，好，甲你身家呢。如花袂歹呢。袂啊。有自信。个个人我嘛就有自信的啊。你甲如花是变哪比？我你是讲一个音乐会一个团会啊？我就有自信，是讲虽然到这年纪，我的心情永远保持十八岁，而且就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生作这么水。对啦，莫讲心情，你外壳嘛是要作水的啊。水，谢谢。啊，我袂咩讲外壳。好啦，好啦。真正哦，和你两个哦，个个来屁修来搞定哦，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嘞，我操你呐！好啦，休一下三十分钟的时间，又过过去，美国跟你讲再会咯。哎，那个天天又开心咩？红粉相亲，不管讲你是音乐会也好，大红会也好，人讲男男妹也一波赚啦，对咱家己爱啊，一有信心。啊，无怪的中秋，搁在阮兜相敬。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，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。可惜真心亲像秋月残天顶，啊，无过的中秋，怎又搁再惹伤心？只有拜托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，甘愿为你牺牲，望天。